我想市场就说明一切，那不管是在国外内外销市场，大家看到不管是台南关庙的凤梨，或者是御景的芒果，或者是麻豆的文旦，这几个主力产品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主力产品，事实上也都是得到市场的肯定。因此呢，我们非常感谢，也希望有些其他的县市能够跟台南市合作。那至于呢，老王卖瓜，老陈卖瓜，自卖自夸，我们就听听，也是予以尊重。啊，我说，不要讲了。